是九串，帕帕，我能吃一串吗？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不是买给你的呀。那我就要吃啊。行了，都给你了。你别惯他。谢谢帕帕。所以你打算放弃了？哼，我给过他机会，是他自己不要。萧一成。 现在需要机会的是你，是你想破镜重圆，重温旧梦啊！我没有，口是心非。我只是出于礼貌的感谢他。哦，那看来我们肖总也不是很想再继续见到昔日抛弃他的前女友。那过段时间选合作翻译公司的时候，我就不把票投给华生了。哎呀，对了，我还得提醒那几位对华生有好感的股东呢。走了，儿子，写作业了。你等一会儿，我想不明白了。什么？当年。 明明是他嫌弃我没出息，明明现在我已经做到了他想要的一切，为什么现在他还是这样？哼。其实吧，我也觉得奇怪。我感觉林夕，他对你应该是有好感的呀，不然他为什么明里暗里的帮衬你呢？对吧？但是，什么呀？你说呀。 假如你和林夕分手八年之后重逢，你突然发现他结婚了，而且有一个劈他这么大的孩子，即使你再爱他，你会当男小三吗？他没结婚，连男朋友都没有。他没有，你有啊。我也没有啊。萧一成，作茧自缚了吧？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啊！给你个良心建议吧。 澄清要趁早，哼，不可能。你没救了，你。当年是他先抛弃我的，所以呢，绝不低头，等着人家哭着喊着求你找复合。对。赶紧草拟遗嘱，把你名下的房产基金股票都给我儿子，等你老了之后，我儿子给你养老送终。哼，哈。走了，儿子。你这样是追不到老婆的，走了，不能。对，怕。你追不到的。你这孩子。 童总，是这样的，之前一直忙，也没时间去拜访您。我想，这个周的周六您有时间吗？请您喝个下午茶。你帮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忙，应该是我请你才对。稍等啊，我看一下我的行程表。好。 马上就要决赛啦，你不去备战呢？你是干嘛呢？你不是都知道了吗？初赛而已嘛，其实代表不了什么的。后来者居上的道理，你肯定懂的。我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是后来者。这么有信心？那现在怎么啦？ 死了！行了，我没事儿啊，不用劝我了。